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一级考试。HSK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看电影，看电影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太热了，太热了。二，三个杯子，三个杯子。三，读书，读书。四，吃菜，吃菜。五，在医院，在医院。第二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这是我的书，这是我的书。现在开始第六题。六，我会做饭，我会做饭。七，你好，这个电视多少钱？你好，这个电视多少钱？八，他妈妈是医生，他妈妈是医生。九，我今天开车回家，我今天开车回家。
十。这个衣服太小了。这个衣服太小了。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这儿怎么了？这里很多年没下雨了。十一，这儿怎么了？这里很多年没下雨了。十二，再见。好，星期日火车站见。十二，再见。好，星期日火车站见。十三，这些字是你写的，很漂亮。谢谢你。十三，这些字是你写的，很漂亮。谢谢你。十四，不能在这儿睡觉，去里面睡。五分钟，我睡五分钟。十四，不能在这儿睡觉，去里面睡。五分钟，我睡五分钟。十五，这一块钱不是你的吗？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十五，这一块钱不是你的吗？对不起。没关系。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下午我去商店，我想买一些水果。他下午去哪里？
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，我喜欢狗，不太喜欢猫。他喜欢什么？十六，我喜欢狗，不太喜欢猫。他喜欢什么？十七，小赵在那儿工作了七年，认识很多朋友。小赵在那儿工作了几年？十七。小赵在那儿工作了七年，认识很多朋友。小赵在那儿工作了几年？十八，你的那本书在桌子上。那本书在哪儿？十八，你的那本书在桌子上。那本书在哪儿？十九，下午我不在家，你明天来好吗？他什么时候在家？十九，下午我不在家，你明天来好吗？他什么时候在家？二十，他儿子今年20岁，是个大学生。他儿子多大了？二十，他儿子今年20岁，是个大学生。他儿子多大了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